一个我们的端午节可以变成一个我们文化的节庆的活动，那么木屐哦，大家即摆看到这个厂家也可以做文创商品啊，我们希望说把老街复兴再生。跟智慧啊，就表现在哦，请茶家站哪里啊？假霸掌哦，会蚂蚁哦，单单这十二个字啊，我们的啊万和宫萧董事长哦，他当过民政局长，也当过南屯区长，这样子去发掘之后啊，我们传承下来，而且要把它呢啊能够发扬光大，所以今天大家来共同创造一个新的历史。